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,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.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, put that... Hi, 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我们今天来看路浮秘典的后续。我玩的伺服器已经开放秘典了。我们直接来群策群力里面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掉落的地方，一至三星秘籍论剑五绝，然后就只有论剑五绝会掉秘籍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今日收获，我打了66场，总共有20个竹简，20个竹简大概3场掉一个嘛，差不多。OK， 再来看一下秘典，秘典就只有6本，平均11场掉一本。这个掉落几率非常之低啊，不过我感觉还好啦，而且我这个好像算是幸运的。我看 QQ 群的大佬都说大概25场至30场掉一本，所以这个掉落几率非常感人啊，感人的低这样。再来侠客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秘典。首先我们看一下，一只侠客只能装备一个秘典，然后你只要掉落了一本秘典，基本上就是会有一本五星。我们直接来升星给你看，我这本是地煞的。好，我们点升星，升星需求橙色五绝数量一，等于说非常简单就可以升星啊，有没有二星了？然后解锁一条新的属性，然后下一集需要两个，再两个，又解锁一个新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解锁的属性都是随机的，看起来我运气不怎么好啊。然后下一阶段三个升级 ，OK， 哎，速度加三嘞，好像还不错。然后下一阶段就四个，等于说这样子多少？一加二加三加四等于十个武学，十个武学你就会拥有一个五星的秘典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，OK 的，并不算很难升，所以它难掉其实蛮合情合理的。然后我总共洗出来的数值是治疗、爆免、控制、速度、命中，好像普普通通吧。然后我总共已经升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四个五星秘典了，等于说我随便再升个一本，那我场上五只都有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 OK 啦，它难掉合情合理，我把这个也升满，哇，爆伤 22%， 你们看到非常不错啊，解锁减伤 2%， 好低哦。再来三个中毒减伤 9%， 怎么有点越来越衰的感觉。反正只要你橙色武学够多，哎呦，外攻减伤 21%。 好，再来，至于大家关注的这个属性到底能不能重复，我们直接上图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，这张图片是路浮流出来的，等于说可以一样重复的属性，等于说你有两条一定会有三条四条甚至五条，只要你够欧，你洗得出来绝对可以五条啊。还不错啦，虽然这样加起来可能会有点喇叭吧，不过应该可以开创一些新的玩法吧，也不错啦，至少我们又多了一个努力的目标了，是不是？OK， 再让我们回到人物里面来吧。然后这个就是武学强化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强化，但是强化它的激活条件是秘简至少解锁三条以上的红色属性，所以说你这边要有三条红色属性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困难啊，所以套装可能短暂时间玩不到吧。再来激活条件二，侠客装备任意六件套红色武学，六件套红色武学应该是不能像我这样四加二混搭了，这个要等到红色三条解锁才能实验一下，如果不能四加二其实蛮亏的、OK， 再来，那如果你不要的秘典属性怎么办呢？你可以使用融合，融合就是两个五星秘典把它加在一起，比如说这个再加上这一个，点不出来，再加上这个，然后我点融合的时候，这十条属性它会随机抽五条出来，这样就等于说我可能变成受疗 14%， 外减 21%， 爆伤 22%， 然后抗爆 3% 这样，然后也可以使用保护卷，这个保护卷目前出处不明。OK， 那如果你不想要融合怎么办？你不想要融合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精研，五个五星秘典可进行精研，精研可获得一个随机类型的新秘典，该秘典必定获得一个红色属性，等于说你要消耗五本去洗一本，但是那一本一定会百分之百有一条红色属性，就是像这样子，我洗出了一个破格 30%， 但是破格真的没什么用啊。
等于说这个是一个考验欧洲人协同的系统啊，东西难打不说，数值还必须随机。不过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系统啦，毕竟你会有额外努力的目标啊。OK 啦，弱掉率虽然不行，但是就跟秘籍一样嘛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而且这个比秘籍好吧？你秘籍打到卷轴还要拿下来抽，这个等于说你一打到就会有个五星。我觉得相比之下，这个好像比秘籍更容易啊。这只是随机属性跟洗那个属性麻烦了点而已，但是打一个月应该早晚都会满的吧。 OK， 这个就是关于这次秘点新的介绍啦。好，那咱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吧，我是小春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